Oh,
我们接下来要出现的一首歌曲。为什么会下雨呢？因为晴天姐还没有来。那我们团的晴天姐到底是谁？是我。希望我们唱完下一首歌过后，明天广州就晴天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我们待会儿可以把晴天带给广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们接下来要演的曲目是。不整齐啊！有点没有排练好，我数三二，大家有个准备啊！我们接下来要演的曲目是三二一。歌单吧，那么我们接下来演的曲目是晴天。
束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一会儿中演或者特会。